欢喜庆祝佛诞节，在感恩温馨五月，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展出佛陀八相成道为主题的画作，从各画作中看见有了佛法的光明真理能解脱烦恼，还有广结善缘及内心的真善美成就佛道，所有的作品都以善美的意象呈现。我们在画佛像，就是在接近佛。那包含我们可能现在可能现在没有在动笔，但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想着我要怎样去设色，我要上怎样的颜色，要怎样去做呈现它。那这是在无形之间，其实我们就时时刻刻都是在接近佛。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大概有33件，我的佛画的创作部分，我都是比较需要是引经据典的。引经据典，述说佛陀的故事，菩萨的慈悲让观者动容。他善用各种的技法，还有材质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后面那一边的那个本身故事，还有像这边的八相成道的这个典故，可是转化成一个比较梦幻式的一个水彩的一个画法，一个技法，还有把那个佛经里面的那个所有相关成佛之道的话呈现出来，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。知名画家黄天胜赠画《蓝灯佛寿记图》给宗门馆永久典藏，极乐寺住持妙章法师代表接受赠画。在每一位艺术家他们的一个用心，还有他们发愿在创作的过程当中，把佛陀的一个本身，还有佛陀的一个愿力，他的修行，都能够用他们内心很欢喜的心，那么一笔一画把它画出来。这一次特展总共有13位艺术家联展，展期即日起到6月28号为止，欢迎民众踊跃参观，一同来感受佛陀成道之路的智慧，同时也欣赏多元的佛画风采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